好，我们现在接下来要做收操。好，我们把两手弯起来，好，放在你的后面颈部，来轻轻的拍。最主要是要让我们乳酸堆积少一点，然后让你的血液循环再可以刺激到我们的末梢神经。好，接下来用我们的右手手刀敲我们的左肩膀，很好哦，哎，很放松，把它放松。好，来换左手。拍上去，拍下来，好，接下来顺着我们的右手拍下来，拍到我们的手腕，然后再拍上去，好，再拍下去哦。好，我们现在换边，来，左肩膀拍下来，好，再拍上去，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拍两个髋关节，好，往下拍。因为我们很少在做下肢，所以呢，慢慢的拍下去，然后再慢慢的拍起来，让你的全身都可以动得到，慢慢的下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拍内侧，慢慢起来，慢慢拍起来，拍到我们的大腿内侧，好，慢慢再下去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拍我们的后面小腿肚、膝盖后面。还有大腿后面，好，再一次，在家里你可以也可以，每一次呢可以多做几次哦。好，来慢慢再拍起来，好，来我们两手叉腰，然后慢慢起来，头慢慢坠落起来，膝盖再慢慢拉直。好，来我们做，把两手绕个大圆圈，吸口气，很好哦。好，慢慢拉开，把气慢慢吐完。